选民对安省保守党的意见。如果保守党上台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能享受到同样的医疗和教育福利了。经历投放了很多资源在我们的教育系统，我十分担心万一保守党执政的话，他的教育经费削减将会影响到我的机会。我本人呢就不会信 Tim Hude， 因为 Dr. McGinty 在这几年来呢都放了很多投资我们的医疗计划。10月6号投安省自由党一票。